女明星的侧颜，倪妮最美 ，Angelababy 非常的精致，最服的还是唐嫣。一个好看的女生不一定会有一个好的侧颜，但是侧颜好看的女生，颜值都是很好看的。而娱乐圈里面的女明星们颜值都是很高的，但是不一定每一个侧颜都是好看的。今天我们看看女明星们的侧颜都是什么样的吧。一，倪妮。广告，请继续往下阅读。倪妮的侧颜真的是太美了，不光是街拍女王，本身的长相就属于非常耐看的那种，侧颜也是特别的耐看。本身倪妮的颜值就非常的高，五官也是特别的立体，侧颜的时候也是超级的好看。二，杨幂。杨幂的颜值也是很高的，侧颜也是很立体，五官也是特别的清晰，微微的低头就让人移不开眼睛了，本身就非常的瘦，侧颜也是让人沉醉。三， Angelababy。广告，请继续往下阅读。Angelababy 本身就非常的精致，五官也是比较有欧式风格，加上本身就是中德混血，所以颜值也是很高的，正脸的时候也是很多人都羡慕的脸庞，侧颜也是非常精致的。四，唐嫣。唐嫣最近的电视剧也在热播，而唐嫣又让人再一次的看到了精湛的演技。唐嫣的颜值本身也是非常的高，侧颜也是超级的甜美，侧颜看起来真的是超好看的，特别的有少女的味道。五，迪丽热巴。广告，请继续往下阅读。迪丽热巴本身的颜值也是不低的，很多时候的自拍都是侧颜或者侧脸之类的，拍摄侧颜的时候也是很好看的，鼻子也是特别的高挺，光是这侧颜就让很多人都羡慕嫉妒了。看完了侧颜被公认最好看的五位女明星的侧颜，小编感觉倪妮真是最美， Angelababy 非常精致，但是最服的还是唐嫣，特别的有少女感，你觉得谁的侧颜最好看呢？